武汉肺炎嘅疫情案例会遇到平原群起感染，嗰度嘅太原发通也系做农业亚头就留守七十位，嗰所军队嘅发海市场未影响一等态，目前只就系多位，一个世界会以为抗癌症身体嘅国家整体来讲就比去年同期稍微一般。中华烟田面向就有法农种树唔觉得，屯桂区嘅抗癌症嘅发展保留下来，尊重打卡嘅景点，希望安尼会上嘅多年来强下来卖花。你喺桂平嘅抗癌症发展，如风蛇咧、混蛇咧、混合蛇咧、毛坑嘅蛇、抗癌症交叉做铺，等人人口心情就真好。原本抗癌症对阿门开发时，就要先建落来。不过受这一次的影响，就发弄过去是没采收，留咧民众翕相打卡。我第一次看到我们田尾有这样子的一个康乃馨花田，然后呢，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，导致我们的买气降低，那这样的话可能会成为我们田尾新的一个打卡景点。因为去年有选举关系，产量会比较大，今年就比较少，哎对，然后价格的问题。因为价格有分 A、B 级，一定有差啊。业绩也是不错。今天现在很多网红景点、打卡景点，想试看看观光啊，试看看能不能带得动起来这样。你参与每逢节进到瓦汤龙天平，准备得发挥的销量太强。年头母亲节的应景发挥，嘛受着影响。伊岛内混合型的矿难型的矿，去年天气将化发挥市场平均交易价140元/kg，今年干那剩16元。每只鼓励民众米发生的妈妈，将化变政府极品发挥推广话汤。这段期间来，大家拢喺无用防疫，担心的目前呢，我们五月的第二个礼拜。我们的母亲节即将来临，有的人吼，他避暑讲袂出话吼，你就记得像这样买一束花送给妈妈，就知道妈妈我爱你哦。实际上，洋桔梗的外销，那主要是销日本，那所以在这个部分就销售量就降低了。那目前，那因为这些花卉其实它彼此之间是有一些会互相关联的，所以今年的康乃馨消费量也降低。农粮署去针对化肥产业提出进行方案，包括纾困贷款、含碳米厂合作米化、鼓励符号偏离插拔瓦汤等，加力增加农事销量，帮助化农渡过难关。看看新闻，李新龙、张华报道。